男子一百字，二线校长，七线李成添，六线李成添，六线李成添，哇！影校长噶啦，影唔到咁多。李成添个细好似偷调，系咩？但系其实七八线迟咗好耐先调，好细声。咦，冇時間喎，冇嘅，一啲冇喎。哦，因為我哋設定都睇唔到分段嘅真係。嗱，一百。如果我今天下來有一百字血我都死了，這樣就知道你死了，剛剛吃完飯底血好慘啊。六線沒有時間喎。